着大家对我们的水了解，相信大家会产生非常多的疑问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这边简单的做一些介绍。第一个问题，这水有你们说的这么神奇吗？那我们的理念是日行善，道果为因，时间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所以欢迎大家免费提水15天，用感受来验证这神奇的水。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能治百病，原理是什么？那人体70%是水，人有时候生病不是真生病，是缺水。脱水呢，初期会产生劳累、激动、焦虑、压抑、沮丧的状态。那脱水的第二进程呢，都会产生过敏、高血压、便秘、糖尿病等等。那脱水的第三个阶段将是更强烈的信号，心绞痛、胃痛、腰酸背痛、类风湿等等。人体呢是由5级结构组成的，细胞、组织、器官、系统、人体。人呢只有细胞健康了，那我们上一层才会健康。那赫兹功能水是细胞直饮水，能直接被细胞吸收，它具有新陈代谢、改善血粘稠度的功能，简单的说就是直线排列，两滴三看。直线排列就是原来水分子抱团在一起非常的大，那经过我们的赫兹功能仪呢，再进行水分子进行直线的排列，容易进入细胞新陈代谢。那两滴呢，低频率7.6赫兹处于人体大脑阿尔法波同频，阿尔法状态与天地舒曼波谐振，吸取日月精华，低粘度经过舒曼谐振后把水粘度降低了622倍，同时呢具有三抗，抗菌、抗氧化、抗辐射的功能。那我们赫兹功能水呢最大的功效就是促进新陈代谢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从而可以起到对血液引起的300多种的疾病都有明显的改善和治疗的作用。那第三个问题是，这水如何制作，有添加物吗？那自来水经过过滤机，再经过功能仪，通过光波1秒振动6000次，经过3分钟的处理出水，未添加任何物质，请放心使用。第四，这水能缓解什么症状？能缓解各种各样的亚健康、慢性病，如皮肤过敏、湿疹、烫伤，如三高、肠胃不适、如痛风等等。细胞改善了，各种疾病都会改善。第五个，这水任何人都可以喝吗？量多少？除了安装心脏起搏器的人是不可以喝，其他人均可以喝。正常的量是6到8杯，具体因人而异，那多呢效果就比较快，那少呢效果慢。第六个问题，这水喝了会有什么好转反应？那有些人喝了马上就有反应，那有些人10天乃至更久才有，情况不同。很多人喝后会有感冒的症状，咳嗽、有痰、皮肤痒、胃口好、尿臭、想睡、排气放气等等。